我还选到立委，我才能得到阮爸的认同，所以我已经无退路啊。不要紧哦，准备好啊、哦。我知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多谢多谢多谢，感谢。小峰，小峰你怎么了？小峰，小峰你醒醒！黄大哥，和你的司机弄到剩半条命，你会负责？我是要去打电话去救护车，你给我放开啦！虽然讲我现在已经受伤洗手啊，不过算起来咱是同行。他代志发生我的边啊，我是看我清清楚楚啦，还要叫警察呢。晨晨，你去等啦，你别害我啦！真的安尼雄雄公公，伊是去倒位？这是晨晨的衫啊，还有是鬼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全全，你廖俊少峰有什么才调出来刚选立委？我若拢收回来，你绝对无法度去选落去。我选到立委，我才能得到阮爸的认同，所以我已经无退路啊。不要紧哦，准备好啊、哦。我知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多谢多谢多谢，感谢。少峰，少峰你怎么了？少峰。你这摆到底什么事？你跟我抢放开啦！你喂耶，你人这么好，我当然袂当放开啊。小宝，你马上甲我讲，你叫什么名？做什么工作？厝内底有什么人啊？我安怎要嫁给你啊？我这是三年多的，我为你这女婿，我还要靠你骗骗我？晨晨，我来救你，晨晨，阿姨，这。王亚芳，你就跟你的后生在铁顶团圆。